其实他跟吴尊有一点点雷同，牙龈哦，你看他这个牙，这个抱的真的，他笑起来一模一样。那边他们应该有亲戚关系，哎，亲戚关系。一二三，上传在这边，先闭起来。一二三，笑。这句代表性的代表作是什么？我代表作是《出版写真年历》在宅男界广受好评。哦，所以只是受好评的。那要不要先叫车？好，来，宅男界，来欢迎。我跟你讲，好，这一看，我跟你讲，我有感觉了，最近有在修行哦，佛珠戴成这样哦，哎呦，他这个穿法好像是大学宿舍里面的穿法，对对对对，好黑哦。我刚刚讲到夹脚拖，夹脚拖，对啊，可是他这夹脚拖是名牌哦，名牌，很流行的牌子的哦，可是在沙滩界来讲算不错的，可是为什么穿在他脚上算好像掉了槟榔渣一样，掉了槟榔叶，他那个指甲油啊，大概。掉了一半了，没有补啊，一半有指甲油，一半没有指甲油。来，站好，导播特写，不要动，这支导播，叽叽，哇，杀！写真界什么东西啊？我们今天是要毁灭他的。好了，请教一下，你这个就是素颜啊，你个人会不会没有信心？我觉得我对我素颜很有自信。哦，是哦，哎，真的素颜，他对素颜很有自信。嗯，对，穿着，哎，我穿着就很随性啊。我觉得他太没有良心了。为什么？这号称是什么宅男，可是他怎么会这样穿？然后很亲民啊。对，是亲民。我想很多宅男不希望是这样的亲民方式。我觉得有一点点。太粗鲁的穿法，这个应该是老写真集没有了，没有，上了年纪了，还不是。我跟你讲，会这样，都差不多跟我们同期出道，因为我这边看到白头发，有白头发，哎呦，大一根哦，有，真的，不要动，你看看这个，快点，你看白头发，白头发，不要动，你看这个，哇，真的，不要动，这白头发都有了，哇，好，来，来，我们要看你了，好不好？来一杯，开始，三，哇！来，立夏，三多，请问这张是在出外景吗？你就是一个素人啊，出国，对，哪一国？关岛。哇塞！我这个关岛这么熟，我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拍照也是厉害哦。在街上随便乱拍的。哦，关岛哦。你有签经纪约吗？有，我签呢。有签。有。哇塞！你这一集不要给经纪人看到。这张。他叫我来的。这张好多了。哦。哇，差很多。哦，好脏哦。没什么差吧？你都差很多。哪有一模一样啊！哎，我发现一个重点，真的是我刚才惊讶发现，其实他跟吴尊有一点点雷同，牙龈哦，你看他这个牙，这个抱的，真的他笑起来一模一样。那边他们应该有亲戚关系，哎，亲戚关系，一二三，上传在这边，先闭起来，一二三，笑。里面就好啊！你看，不敢笑，就不要碰我啦。最后一张哦，我真的好笑，哇，一模一样啊，差很多。你摆一个这样的姿势，对，一二三，我真的觉得没什么差，最主要是眉毛吧。哦，眉毛，就你看是一样的。你眉毛有剃吗？有，我小时候有剃，就长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我说的那种，不要乱剃，长不出来的。千万不要剃。对啊，對，我只是眉毛比较稀疏，好不好？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眉毛稀疏，你看到没有？又夸你我。康哥，康哥，不要这样。哦，个人觉得你的化妆跟。
素颜差别最大在哪里？眉毛啊，就是你看，其实遮起来就一样，是一模一样。有吗？没有一样，没有感觉不到啊。哪有？有。这个节目是电视节目，不是广播节目。大家都看得到你的脸，好不好？我觉得是要说一样。平常来电视台就是这样来。我会素颜来，可是今天很忙。他说如果我在素颜来，他扣我钱。至少要打个。那你今天上电视扣惨了。不会，我是觉得还好，真的这个差别不大哦，一点都不大，完全是一模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完全没有牙龈，我觉得太棒了。好呀，哦，尤其是跟这张图，两个太像了，太棒了啦！这张很像严丽婷的妹妹，哎，有点像。对，跟你经纪人讲，把他们两个列为黑名单。对，好，那你等下坐在那边，我们等下一位访问的时候，你在那边一直念法号。来宾第一次来哈。你是谁啊？红衣，你别害怕哦。你是谁 ？OK， 来，你出门要多久？半小时。哦，对啊，这样大概应该是。什么？这样是什么意思？你这样出门，你要认得出出来你是谁？当然呢。你是谁？依依啊。哎，有人说我不化妆就漂亮。没有，他骗你的，真的。半个小时。那你出门的时候，你最重视哪里？最重是眉毛吧，因为我有时候画一高一低啊，真的假的？对，然后大家都在看我，然后你出门大家说你为什么一直要这样？对吧？那你在怀疑什么？我就有一次我忘了不小心就画有一个眉毛这么高，那真的是没人这样？对啊，然后我就一直觉得很怪。你要学什么妆？我要学眼下腮红，现在最流行的。眼下腮红，哎呦，就是日本很流行，有点宿醉的感觉。宿醉妆，对。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呢？因为我本身不会喝酒，我想要看看我宿醉的时候会不会可爱一点。而且你的皮肤很暗沉哦。是也还好啦，其实。对不对？然后眉毛稀疏。哪有眉毛比较很浓？好了，那你知道谁帮你画吗？我知道啊。我黑眼圈来着。其实我今天蛮害怕的。他就是宿醉妆画错的。对，不是。因为我本身宿醉的经验已经好几年了，所以我对这个很了解。OK， 那请问一下，你对化妆品了解？完全不了解，完全不了解。那自己在除了在写书之外，旅游之外，在这个美术方面有一些天分吗？完全没有天分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。加上我今天的 model 可能本身比较不突出一点，所以我比较辛苦一点。OK， 吴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个妆重点？我觉得它应该是里面最简单的一个，最简单的，真的吗？因为它不用太多的技巧，你怎么画，也许就怎么画就是怎么对。哦，因为你要晕染的，或是让它有一点块状的，但不要一块一块一块。可是画不好会很像安娜贝尔。画不好会像？不会啊，你这个妆很简单，你去拿一个比较烫的铁条，我们家一妆。但是呢，你要着重的注意几个重点，就是你要重的在我们颧骨下方这个地方，剩下的粉再往鼻子带过就好了。是要有一个层次感的，对。你看起来也许它是一样，但是你还是要让它隐隐约约的有一点层次的效果。你接下来化妆会不会害怕？还好，我真的完全不会哦，我真的完全不会，我真的把你当作是那个没有，因为其实实验品就对了，补土之类的那种感觉，皮肤暗沉而已。好吧，那可以了吗？可以啊 ，OK 啊，预备，请开始。好，我已经在画眉毛了，不是？哎，有点恐怖。哎，你这里怎么会不平均呢？这边怎么特别那个？哦，那个那是一个特色，特你个头啦！他力道超大的，我觉得好像在补土哦。而且 Stanley， 我刚刚看你好像一般人画眉毛是这样子画，你怎么这样子画的？反方向这样，你要顺画，要顺着画。哎。哎，看得出来是你哦，睫毛很多，很可爱，哦，很可爱，这个妆正点，真假的啦，真的好好看，基本上真的算成功的，但是你的重点在三根，对不对？对，在三根，因为我刚刚说过，可是其实他也还好，对，没有，刚刚说过，因为我本人 model 本身比较不突出，我要让他突出一点，对，让他鼻子突出，会不会太突出？而且我小时候因为很喜欢看铁丝玉玲珑，所以。来，给你看看你什么这样，一二三。